误会，我替他打保票。你别替他打保票了，你还说我把他训练的像个茧蛹，他现在长膀子要破壳了，他就是个破了蛾子要起飞了。爸爸，你得给我抓住啊！爸爸，你得给我伸冤呐！我给你伸冤。爸爸，有你什么事儿？我不哭是不显不可取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哎，行行行，别哭了，来来来，坐会儿坐会儿，来来来，刚刚，哎，说实话啊，你是什么人，爸心里有数，是不是？是，你今天你就当着他们，你就实话实说啊。这个电话，王美丽找你什么事儿？你就直说，是这样的，爸。嗯，今天王美丽给我打了个电话，说她今天来沈阳了啊，说约我见一面，要去宾馆。后来呢？爸爸，你听见了吗？给我憋回去！你们俩在这给我演鸽子呢。这个王美丽啊，她是个外地人，对，人家不远千里来到沈阳，在沈阳是举目无亲，不找我找谁？无非是带点土特产，自己拿不动。我必须去宾馆。你不说话行不行？二米啊，这个当年呢，是那个王美丽的父母嫌你大姐夫他们家穷，一阵无情棒打得他俩是各分东西。就在你大姐夫走投无路灰心丧气的时候，是你大姐用她的爱温暖了刚。婚后他们俩过得什么样，咱们不是有目共睹吗？我敢替他保证，即使现在王美丽找上门来，他也会气定神闲，不屑一顾。谁？王美丽呗。哎呀，瞅着。小姐，你瞅大姐夫呢？你看我大姐夫那死出，你瞅着。谁？我。活了，活了，活了，活了！你好，是赵刚的家子？是，谁是赵刚的？我是，那就对了。哎，哎呀，自我介绍一下啊！啊，我呢是你的后半生婚纱礼服定制中心的 Jason 啊，受到新娘子王美丽的委托，特意为赵刚的先生送礼服来了。刚子，这礼服都准备好了。大姐，大姐，大姐，您等会儿。那个贼先生啊，啊，不是，这个礼服什么婚纱的，是给我大姐夫定的，不是给你大姐夫，啊，不是给我大姐夫，是给赵刚子的。你，赵刚子，你的后半生都找上门来了，你死定了你。不是，你弄错了吧？这不是给我的吧？是你是你就是你啊。什么是你是你就是你？这孩子你是弄错了，王美丽结婚。他给赵刚子做的哪门子礼服啊？对呀、啊，你肯定是送错地方了。对，送错地方了。嗯、是这是这就是这儿啊！哎呀，这孩子我就没看过你这么嫁，什么是这是这就是这儿啊？这衣服肯定不是给他做的。对，不信你让他穿上试试，保证不合身。不能合身。打住！侮辱我们手艺人！给我脱了，穿上，不合身儿，合不合身儿？大伙儿看，合适吗？林月，怎么样？不合身吧？太合适了。爸爸，你看啊，赵刚子，你是不是合身的有点过分了？你啊啊，那个贼，你给我过来！怎么？我问你，这衣服谁定的？王美丽，王美丽嘛。她一共定了几套？一套婚纱，一套礼服呢？那婚纱是按谁尺寸定的？王美丽，王美丽，王美丽嘛。那礼服呢？赵刚的，赵刚，赵刚的嘛。一套婚纱，一套礼服，这配备挺全呐。不全，还有个花呢。行啊，赵刚子，现在你也学会家外有家了是不？我告诉你，我现在也就是怀孕了。我要不怀孕，我不一大飞脚踢你嗓子眼里去，我算你扁桃体长得结实。哎、气死我了！别提了，挺好的，这身比我俩结婚那天还好看。爸爸，哎，解释，这不很正常吗？你们好好想一想啊，在一个婚礼隆重的场面上。啊，
王美丽穿着婚纱，赵刚的穿着礼服，胸前都佩戴着鲜花，他们俩的关系很正常，你们怎么就不信呢？我要信我是傻子。哥，你给我过来。干啥呀？这事我看明白了，你做的不对，都要再婚了，怎么还搁人原配家待着呢？还有啊，一会儿干仗的时候呢，把礼服脱下来，这身衣服挺贵呢啊、哦！出去。好嘞，哥啊，用给你打个120吧。出去。你得考虑到120能堵车。出去。好嘞。大米啊，大米你别哭了行不行啊？大米你听我解释行不行啊？大米啊，这么多年我心里边只有你，你不相信吗？大米我跟你说，我是一颗丹心杵向你啊，我就是你这辈子茧蛹，你放心，我变不了扑棱蛾子，我为了你我不进化。你不信是不是？行，我现在打电话给王美丽，我开着免提行不行？你听着啊。喂，美丽吗？哎呦，刚子哥，美丽啊，不是你给我送个礼服啥意思啊？嗨，当哥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事情啊来得太突然，刚才信号不好，我没说清楚啊。这明天早上啊，我要结婚了，我老公是个军人，原本的婚期是3个月后，但他接到紧急任务，明天早上就要出发了。这原想把婚期再往后拖拖，可我觉得都拖了这么多年了，这次啊一定不能再拖了。我要让他知道，在他的身后有一个家，支撑着他。美丽啊，那你给我买这礼服啥意思啊？我想请你做我的主持人，这婚礼也实在是太着急了，我的家人都赶不过来，现场我连个亲人都没有，这婚礼啊也太冷清了，我这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，只能求你帮忙，所以想见面跟你商量商量怎么办。不对呀，那你为啥订礼服就订一套啊？听明白没呀？啊，她嫁给的是个军人啊，那军人结婚不得穿军装吗？啊，家庭氛围那更是其乐融融。最后这位老人由衷地说了一句，有家人在身边真是幸福啊。你这太复杂了，一天也拍不完吧？其他的都拍完了，就剩这最后一个镜头了。你快点儿啊，姚大爷他女婿今天有重要的事儿要办。好、哦，我知道了。快点，快点，快！爸，哎，您呐得帮我演一下这位慈祥的老人。可演不了，嗯，没有劲儿。咋的了，爸？我这位慈祥的老人，光天化日之下在自己家客厅，炸鸡被抢了。哎呀，哎呀，爸，那您要不帮我演的话，这会儿我上哪儿去找人呢？我来。我现在就是这位慈祥的老人，来吧。就你啊，你可拉倒吧，你还慈祥的老人呢，你就是一个冻坏了的小土豆子。哎，小明，哎，小明，哎，你看我演行吗？啊，嗯，慈祥、善良、和蔼、可亲，就您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，杨大爷！我老伴，我来来来，哎呀，谢谢杨大爷，杨大爷，您坐这儿。哎，来，您坐这儿，杨大爷。哎，然后你们呢，都扮演这个老人的那个儿女啊。好，那我做点啥呀？啊，你有事啊，你也是儿女，到时候陪着爸聊天。嗯，该说什么说什么，想说什么说什么。好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对，行，那个都准备好了吗？啊啊。各就各位，准备。我有点多余哈、啊。哎，爸，您不多余，您不多余，也有您。有人演，不是老人。来来来来，不是让您演。那我干啥呀？来来来，您举杆。我。哎，横着瞧，横着瞧，这往高了，往高了。哎，举好了啊！哎，咱们都准备好了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听我的啊！哎，预备。开始，爸，你累了，我给你揉揉肩。好。爸，您乏了，我给您捶捶腿。好。爸，您渴了吧？您喝点水水。好。爸，咱回家呀。好。那
我给您订票了。去哪儿啊？爸，您看您年纪大了，身体弱了，我和您闺女实在是不放心呐。不不不，我不去。哎哎，这位慈祥的老人，不是我这个举杆的说你，你不想儿女，那儿女还不想你啊？哎呀，道理我都清楚，慢慢去好了。哎，不是，大哥，你女儿女婿想把你接到身边去住，不是想照顾您吗？你干嘛不去呀？孩子，你不懂啊。其实我老家在山东，当年我爷爷奶奶挑着担子来到了咱们东北这片黑土地，才有了我们这一家人。是这片黑土地养育了我们，我的每一滴血，每一滴泪都洒在了这片黑土地上。你现在让我走，我舍不得你。我老哥，你到了那边不就是跟我在这边一样吗？儿女都在身边，没事还能举杆。那孩子们不上班啊？哦，我明白了，您是怕孤单，对不对？爸，您到了我们那儿啊，也有新朋友、新邻居，对，大家都熟悉了，不就好了吗？就是，熟悉了，时间长了就好了。姚大爷，你就听听我们，您看，那有老范这么一家人吗？有钱顺风吗？这两个人的档次确实有点。张总啊，你是知不知道？现在找智商高一点的佣人不好找。是是，他俩还行，会数数。不得了！啊，对了，钱总，你看，你病了没别的，特意给你拿了一瓶10年前的红酒。哎呀，看见没有，我的朋友要送就送10年前的红酒。哎，你的鸡蛋有10年前的吗？真有10年前的鸡蛋，你敢吃啊？住口！退去！怎么跟主人说话呢？啊？不是，钱总，你这两个佣人也不靠谱啊。这样吧，我留下来伺候你。这才是情义，人家留下来伺候我。不是，我说你们两个傻站在那里干什么？把那个鸡蛋赶紧给我炒喽，罐头打开，我还没有吃晚饭，没力气怎么伺候钱总。哎，你还别说，你俩还真是好朋友，造型都一样。这哪是来看他，这不是蹭饭来了吗？哎，你怎么说话？不是，你什么身份你知不知道啊？你知道我和钱总是什么关系吗？啊，他有病，就等于是要了我的命啊！哎呀，钱总，你这个时候最需要朋友。有什么要求尽管提。听听，哎呀，江总啊，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要求。一句话，不是，我就是需要点钱呢。怎么的了？你需要钱啊？你需要钱？是啊。谁信呢？我信。我也信。信什么呀？谁不知道啊？啊，哪个不晓得呀？钱总缺钱，能住这么大的房子吗？钱总缺钱，能雇两个佣人吗？钱总缺钱，能找这么好的老婆吗？哎，等会儿，张总啊。我媳妇儿照片怎么成你的屏保了？我们是好朋友啊！哎，还真是，这是你亲兄弟。我说你们两个怎么还在这里站着呀？我告诉你们啊，钱总病倒了不要紧，从今天开始，这个家我就接管了。你等会儿吧，你啊，你坐下吧，不用你接管啊。江总啊，我怎么？我其实啊，我这个病能治。哦。啊，我就是现在需要10万块钱。哎呀，钱总不巧啊，怎么了？我刚刚跟人签了个合同，10万块钱刚给人打过去，现在我账上就剩10块钱了，你需要多少？你啊，10块钱好好留着吃饭吧，啊，省着点花。不是，你别客气嘛。不是，送客，送客，来来，走走。不是，不是，我这个鸡蛋还没有吃啊。你不用在这儿吃了，来来来，这盒给你了，自己回去炒着吃去啊。走吧，走吧。不是，那个钱总，你看你既然病好了，那这个酒我也就拿走了。拿走。不是，你得注意身体啊，你不能太积劳成疾了，知不知道啊？对，注意身体啊。
就讨厌你们这些女的，我告诉你，化妆啊，整的化妆掩盖事实，你知不知道？对对，那是化妆的问题吗？啊，他那个形象是化妆问题吗？底子知道不？底子不行，怎么会？怎么会？李小脸，打住啊！嘴下留德，啥呀？嘴下留德，留德不留，全缺出去。啊，还留德？我告诉你啊，咱不是背后说人家啊，就是庄园，他搁这屋呢，来，他人在，他就躲这层桌底下呢，就我说啥他不得听着呀，他呀啊，这家伙知道的，我俩是要唱歌，他不知道以为我俩要吃多了呢，对不对？再说了，我已经有我的心仪搭档了，既然不问我是谁，气不气人？那我自己说秘密。你要不要你那大芝麻脸呢？啊，秘密能跟你唱吗？跟你唱啊，跟你唱啊，正所谓窈窕淑女，在关关雎鸠，在河里头，窈窕。哎呀，君子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王小倩，王小倩，嘘，停！多么脆耳的声音！啊，秘密来，快去吧，对，赶紧去吧。我上哪去啊？我得在这屋待着呀。不行，我得猫起来，对不对？我得给他个惊喜。行，往哪猫？往屋里猫。屋里。往屋里猫，我还能看着他了吗？我还呀、啊。往哪猫啊？就往这儿。哎，别搞我啊！我告诉你，不行不行。不是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就保住啊。他小。我刚。你来了，赖半天了。他们等啥呀？走，上敬老院唱歌去啊！你别给我装晕啊！装晕我给你认功胡习。嘴下留德，留什么德？留德咋整啊？写字儿吧，还是继续写字。写字是吧？快！又来了，再来！哎呦我的妈！